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破控与自孤呢，我们来看一个精彩的这个棋局啊，这个是李氏十九段的一盘精彩棋局啊。这个棋呢，这盘棋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啊，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刚啊，这个在这盘棋之前，李世石进行了这个全世界瞩目的啊人机大战啊，就是第一次人机大战。这个李世石虽然1-4败北了，但是呢，就是所胜的一局呢，也是人津津乐道。那么与人机以机器战完了以后啊，那么与人这个对局到底会是怎么样呢？这是他人机大战以后的第一盘对局啊，是在韩国麦新杯九段战八强赛中呢，对阵金智熙的这个比赛啊。金智熙当然也是实力强劲的高手，也是世界冠军啊。这个失金时呢，可以说呢是刚刚好，刚刚好。现在呢，黑棋非点这个啊，非点这个，这个呢，要求对白棋进行一些冲击啊，进白棋进行一些冲击。这个地方呢，黑棋还是有后续的这个手段的，比如说这个先冲完搬完啊，这个再冲一下也行啊，这个然后呢，不管你搬还是退，它再继续爬啊，这样呢还是。这个棋啊，这里面还是有不少味道的啊，或者说直接这个断啊，这个还是有不少味道，让这个白棋呢比较头疼啊。当然呢，伤不了白棋的根本啊，只是一些便宜。那么白棋现在怎么办啊？怎么办？这块棋大家看看啊，现在明显是。处于一个没有活的状态，没有活的状态啊！以后这个点啊等等，那么单纯的去补当然是啊，这个不足以争胜负啊。就是说，虽然也没输，但是这么下呢，实在是太缓了啊。那这个子呢，总想借用一下，但是出是出不来啊。你直接来的话，这个虎了一家死了。小尖呢，他就傻乎乎的冲，一个一个冲，就把你呢冲死了。那么这个地方啊，白棋啊，到底是进还是退啊？这个怎么办？那么李世石呢，走出了这个精彩的这个招法啊。如果这块棋算。孤棋的话啊，把这个处理好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啊，抓住对方的弱点来处理孤棋，这个是下得非常的漂亮啊。那么现在白棋在这个时候先点，试一下黑棋的应手，这个是时机绝妙。这时候黑棋当然是没有心情去粘上了，是吧？粘上这个以后是白活一块棋，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必然这个时候黑棋要冲，下一步这个就见真章了。这个白棋啊，紧凑的一靠啊，妙手。这个呢，就是完全是以进为退，啊，来呢，冲击对方的弱点，来加强自身。这个在可能看到前面几期的这个自孤的这个棋局例子当中啊，也有不少啊，就是说，他不是完全的防守，而是通过冲击对方的弱点来加强自身。那么这一点一靠，可以说是非常连贯的。好棋，这个首先往这边退缩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有了这个子以后，是这个小尖，你再冲它就可以退了啊。这个肯定，或者就是藏一个当然也行，这个肯定是有毛病的。
那么黑棋呢就只能胡。哎，那么如果单纯的这样就没意思了。那这个交换了以后，哎，那么再一冲，这个可以说就是完全的找到了啊这个黑棋的这个弱点啊，弱点。这黑棋由于这个自身比较重啊，这里呢不能让白棋活出来，所以你始终呢不能打这个，是吧？打这个被人家一反打正好。那么不能打这个呢，这个棋呢就只能打在外面了，是吧？打在外面了。那么在粘上啊，粘上，这样呢白棋竖下来把黑棋分断了啊，反有一种啊反攻倒算啊，也要冲击黑棋这个。同时这边啊你也要小心，时时刻刻啊一不小心呢又出毛病了啊，又出毛病了。然后黑棋压，白棋这时候呢也需要助力啊，这个哎压呢你哎这个冲是先手，但是不要轻易这么去下啊，因为你轻易这么去下的话又跑出一块孤棋来，那块还别说太安定，你又跑出一块孤棋来，这个他就算靠出来啊，或者甚至于帮助你，这个就是说显得呢有些这个沉重啊，有些沉重，这不要越逃越多。所以呢白棋要留有余位，他现在呢先单扳啊，不要怕对方去断啊。那么如果对方真的来断怎么办呢？哎，那我们来看看啊，现在实战的黑棋断，但现在扳就不一样了啊，现在扳就是你这个地方就不会走这个了，就会什么直接断在这，那和刚才明显呢有区别，是吧？再一糊出去，这个就区别就比较大了啊。但是好，你不做这个交换断怎么办？哎，这个李师师肯定早就是胸有成竹啊，这个打是舒服，但是不要急着走，因为你不光有打，还有什么？还有上面这个长的借用啊，这两个借用呢，就是要根据情况再来使用啊。首先呢，他先拐吃，先拐吃啊，把这个就是说，棋的气先藏出来啊，有了气啊，或者来说呢，就有了文章可做，那就是文章可做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金之熙一看呀，这个底下的木数也不能随便就是给了他啊，给了他。如果说啊，黑棋打这个虽然是稳健，是吧？是稳健。那么白棋就提是先手，黑棋还只能虎在这，好吧？那么这还留有一个刺，虎在这一走呢，还有一个断，那么就渡过。这个渡过呢也是先手，这一打刺全跑了，还得走。那么被白棋先手搅了一啊，再回头补或者怎么样？这个实地啊不够啊，实地不够。这个呢就是说还得这个空不够了，那么呢这么退让呢不肯啊，不肯。这棋手就这样啊，当然说不够啊，这个差距不大，但是经常我们说一句话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就是说啊，输一百目也不肯输半目啊，有时候。那么这个你拐打的时候呢，黑棋呢这个强行立下来，杀你。这样白棋在这个局部呢暂时是做不活的啊，就算你提示先手，这个也这个不在这里啊，这个呢也是先手，
但是这里呢，怎么也呢也做不出个线索也。你走这个呢，它可以点这个，啊，是吧？你粘这个呢，它点这个以后断进来，你做这个眼呢，以后它断进来呢，还是个经济独立。这个地方呢，白棋呢，还是做不活的，那么做不活怎么办啊？没关系，这个思路啊，要灵活，是吧？这个自孤。或者说是破空，这样呢我们一直也强调过，并不是说啊规定你破空了你要把它空破掉啊，规定自孤了你就得活出来，是吧？这个可以灵活弃取啊。这几个字啊虽然看去好像黑白棋忙活了半天，不一个字都没有变成五个字，那你再死了是不是亏了？但是不一定啊，不一定。白棋呢在这里啊，说不定哎，还有气质的变化。那么白棋现在哎，断啊断，这个也是啊紧凑的好棋。这一串啊，从这开始啊，这一串的招法几乎就是说，白棋啊，就是说，丝丝相扣啊，这个是让黑棋啊完全可以说是。没有喘息的这个机会，再唱啊，这个打开，那你只有粘，然后这一段啊，虽然你争子有利啊，能跑，但是这一串的这个招法啊，就是说呢，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的这个愉快啊，舒服。这时候，哎，再打，所以这些东西都要保留。哎，断打以后呢，再加这个，啊，再加这个，这样白棋啊，由这个，哎，破空，立马就灵华丽转身啊，转为呢弃子。这一跳呢，黑棋一看呢，哎，还是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么这时候呢，他还不能吃在这啊，要想多吃点不行，多吃点的话呢，这个被滚打了以后啊，外面这个形状呢很差了啊，以后那么。但是在这个里面啊，你还没吃干净，因为它这个提了以后，是吧？我们刚才说这个活不了，但是呢，现在呢，这外面已经便宜很多了，我再活一半总可以啊。你可以把这个吃了呢，哎，我这里还可以什么什么一路溜回去，溜回去，这个肯定是就是说是，黑棋呢，完全的这个。不能接受了啊！忙活了半天，这万被滚打，这里面本来就是死的啊，就多吃了这两个子啊，这个肯定是吃大亏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黑棋一看啊，那还得争取在家的时候呢，争取吃在里面啊，争取至少来说呢。外面被滚打就被滚打了啊，我也就忍了。我只要能把里面啊这些木数，特别是这一串的木数都吃进来，那不管怎么说呢，我的木数还是呢拿到手了啊，木数呢拿到手了，总是呢就是说呢，以后呢还可以就是说等机会啊和对方抗衡啊，就是说手中有粮啊，心中不欢。不过呢，虽然这个李世石在这一串漂亮的出击战中呢，得到了不少便宜，但是依然啊没有放松啊，没有放松。如果说刚才从自孤啊，漂亮的弃子呢，变为后世的话呢，那么从自孤转为进攻的时候呢，那也是毫不手软啊。我们来看看白棋怎么样继续追击这个黑棋的。这个棋啊，刚才说了，那么这个黑棋呢
只能打吃这个，打吃这个啊。白棋当然痛快的打吃啊，痛快的打吃。哎，先滚进去。那么这个里面呢，现在哎活不了了啊，这个长势是没棋了。里面的问题虽然黑棋解决了，但是外面的问题又来了。白棋铁，不依不饶啊。那么这个贴了以后啊，如果这里一旦被分断啊，首先这三个子基本上是死了，对吧？基本上死了，而且同时还要小心啊，就这块棋和白棋啊，这个还出现了这个对杀的可能性。但你补一手，白花一手棋补一手呢，这个白棋就算了。但不补呢，还有收气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好像气还不够。这个一下子啊，就是说白棋揪住黑棋啊，是死死不放啊。首先需要注意是，大家不要是爽啊，这个真爽啊，这个确实是很爽。但是，把黑棋打成一个大饼，但这个是明显的损劫财啊，这个不要是过手瘾，我们是俗称为这个就是在那里过手瘾。过手瘾经常就是卖劫财啊，或者说是损失变化啊，这个。那么现在贴黑棋挡住，那么白棋下不下决心啊，跟黑棋打这个劫呢？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就是说一点时间。现在呢，白棋先铺了一下啊。这个明显呢是在打将，这个比赛是40秒一步的快棋啊，这个韩国的棋战快棋比较多。李世石这时候呢还是打了下将，然后呢下定决心，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啊，确实，你如果不下定这个决一死战，前面说不好听点啊，都是花架子。你就算随便走一个吧，不管你走哪里啊，这个地方只要是被黑棋一补上，我们看一下，白棋啊，全部都是花架子，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最多就是这里滚了一包啊，滚了一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啊。你在别的地方走，就算你随便你走哪啊，黑棋就补。这里呢反而还损了一大把木数啊，黑棋难看是难看，但它吃的实惠啊。那么所以这时候白棋必须啊这个决一死战的。好，反过来黑棋也没有退路啊，这个地方被人家走了以后，这里全基本上全死了，里面还得收气，如果说你收气他粘上，那这个啊这个全死了，那这个呢也不行，所以变成了啊，双方孤注一掷进行了结争了。然后黑棋提，白棋打，这唯一稍稍有点可惜的就是说呢，先浪费了一个劫财，然后提啊提，这个黑棋冲，白棋啊。这个时候呢一看呢还是啊这个劫财呢有利啊，有利，可以说是他呢就还是硬了一点啊，直接走可能也行啊，也行，但是他觉得呢这个地方我还是可以啊硬一下，硬一点。提白棋呢有个本身劫啊，这个可以说是救命的一枚劫财，黑棋势必要点，然后白棋提，这样的黑棋呢没有劫财，没有劫财。注意这个时候不是劫财啊，因为刚才呢不硬的话呢，这一立这边呢就全进死了啊，全进死了。但是他硬了以后你再搬呢，白棋不硬你杀不了他啊，你这个是只能打劫杀。
是吧？这个只能打劫杀，这个区别还是非常的大的啊，发展的。当然它有可能沾上啊，就是说这个局部已经就是说没法进杀了，所以这里呢黑棋呢也没有劫材。而这个地方只一旦被白棋粘住的话呢，这个里面显然是有问题的啊，显然。所以黑棋一看那边暂时呢没有劫材呢，那么就只有想办法找本身劫搬。搬啊。白棋当然也是没法再硬啊，反正你这个再硬不管硬哪个被提啊。这个只要是提通了，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啊，这个白棋不能对黑棋这里把这个墙断开的话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本质上是一无所获的啊，一无所获。白棋这时候呢当然是粘上是吧，那么白棋呢这个先粘先粘。这个次序呢也还是很巧妙啊，你要走这边先把这一走中了呢再粘它有没有可能这个跟你把这边杀了啊，让你这个活了。所以白棋呢现在他先粘一个，先粘一个这没关系啊，有人说你粘不说后手死吗，但后手死没关系啊，我这个劫才多，那都等于就无论就等于打赢这个劫了是吧，这个是也是就是说非常巧妙。那么黑棋呢扑是吧，你不扑白棋粘是劫材啊，那么扑完以后呢他再提啊，现在你提没关系，我已经准备了什么本身劫，这个也是粘的好处，他在立。在这里啊，李世石就是说确实是非常的巧妙啊，所以他花这一次呢也是有道理，到底能不能行啊，这个因为白棋在这里直接和黑棋对着干呢是不成立的，要还要绕个圈子啊，兜兜圈子把这些粘啊先造个走个后手死，但是呢等于造出劫材了，这个等于也打赢了，这样呢才呢看到呢顺利的道路。那么你爬吧，好，这里是肯定是要爬，你提这个活了不行，那么再提这个呢，黑棋一直啊是苦于这个没有劫材啊，没有劫材。那么这个时候啊，黑棋呢一看只有从后面来手气啊，还是总得收这块气啊是吧，这个地方你不走的话本身它还有顶完以后搬这个跟你强行打劫的手段是吧，这个局部就是说还是有气，会顶着收气。那么交换了一串以后呢，白棋再粘上啊，这样就可以，因为这个力啊间接的起到了紧这块黑棋的作用，因为就算哪怕以后扑了拐进来，或者你本来可以立的啊，现在也这个时候棋呢起到了这个紧这块黑棋的作用。那么黑棋呢你看没还是没有解，打这个呢那他提这个劫还是一个劫，或者你甚至那么粘上的这样呢已经把这边呢是禁杀了，虽然把这边是禁杀了，但是当白棋的这个目的啊，他当初把你断开就是为了什么，让你补一手，让你补一手呢，那么白棋的目的当然是要什么吃这个外面啊，吃这个外面，这是一个啊，本身他吃外面啊，或者是，但是即算如此啊，这个事情啊，所以还别想的那么简单，李世石还鬼着呢，这里气势不够啊，是吧？那么杀外面，当然呢，白棋也还可以啊，或者说就连回来，这个棋很难逃掉啊。金子熙或许还这么想啊，这个白棋当形势也不错，不过白棋在这里，没完没了，他先拐你一下啊，暗度陈仓。这时候金子熙定睛一看，完，吃不着了。你
要想吃它必须站上啊，不然被它一扑，你不收这口气就得站，但站上呢好像也没有用，它就搬啊，不，它搬这个啊，搬这个，搬这个是一样，搬这个，你再走呢好像就不太行，再走呢它就这个连回来了啊，这个就出奇了，所以这时候呢弯的时候啊，黑棋还只有吃。那这个也是一样啊，和你粘一下一样。白棋啊，哎，这个真是僵尸流，真是厉害啊！从这个小巧的地方还要便宜你好多目。那么你提吧，哎，我粘回来是先手，这个让人有点这个，崩溃啊！因为你再提呢，我这个已经便宜很多目了啊。金枝其实是愤怒的搬啊，然后呢，是干脆呢，他也能想把这个连起来跟你一起杀啊，你一起杀，已经没有这个心情了，又被便宜好多木，他随便外面补一手啊，或者是现在补在什么地方等等，那么呢这个地方还牵了一个这么大的关子啊，这个李世石真是。哎，这个僵尸流真是厉害，每一颗子真的是发挥的这个作用都发挥到极致。立呢他就站啊啊，这有个子的。那么现在再提的话，这个脚上气呢很长，白棋就点，直接杀，全部杀啊。绕来绕去绕了一圈啊，就是说呢，黑棋还是把这边吃了。那白棋把这个呢整个吃了，也是白棋大胜啊！而且这个黑棋吃的效率其实很低，每个棋啊都要给人家拔起来啊，就没有虚目，没有我们常说的这个是虚目，这个呢吃的是效率其实很低。你粘上就吃啊，那么继续吃啊，拔的是愉快，这个呢，但是呢，真的是一目棋的虚目都没有。我们看看这里所有的子。这颗包括这里，这里是拔起来的，这里是拔起来的，这里也是拔起来的啊，这个其实啊，这个是一个虚空都没有，这个吃的效率啊真的是很低。那么提的话呢，它就这一提啊，这个你看气不够，到这呢金枝西也就爽快的认输了啊，所以说这个拔的真是很过瘾啊，你还可以接着拔啊，走这个，那么一走提，那么他就收气，你还可以拔掉啊，他提过来你打吃呢我吃掉啊，这个全部是拔的啊，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棋呢还是局限在这点空啊，外围已经是完全是没法子看啊，没法子看的。这个呢，走到刚才拔的时候呢，这个金枝西呢也就认输了啊，认输了，继续不下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个白棋啊自己还有点弱的情况下啊，能够利用石子啊反过来抓住黑棋的弱点啊，自然而然呢也就把自己加强了。可以说在这个。局部啊，这个小，特别是这种小巧的地方，这个扭杀的这个能力啊，这个李世石可以说展现到这个极致了啊，这个极致也确实可以说，这个小的地方的这个战斗啊，李世石确实也可以说是有当今啊，这个是第一人啊，不就是说最强实力啊，这盘棋表现的可以说呢是淋漓尽致。淋漓尽致。那么李世石复出第一盘呢，也获得了畅快的胜利。好的，这盘棋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